一下车，民众立刻涌上前高喊“动算超级热情”。总统蔡英文这一站来到嘉义参拜，人气爆棚。蔡英文，蔡英文，不是抢着握手，就是拿出手机争相拍照，还要身旁随护维持秩序。但这热闹场景，高雄市长韩国瑜似乎假装没看到。我都不好意思讲啊，蔡英文拜庙根本都没有人呐，天天说20年来经济最好、最优秀的总统。到庙里面去拜拜，没有几个人，真的根本就没有人。那大概没有参加过我的拜庙吧。是一天走20几个行程这件事情，能够有多少的实质的互动，这个是蛮存疑的吧？话说得很呛，打脸韩国瑜，毕竟画面会说话。晚间，总统在脸书直接贴上这张照片，满坑满谷的民众把现场挤爆，还特地标注总统在这里。不管是台北、台东、云林、屏东，全台各地蔡总统走到哪都是水泄不通，超级受欢迎。至于韩国瑜抛下市政跑选举，蔡总统也火力全开，还是要专心在市政把市政做好，好让高雄市民觉得有面子，好那让高雄市的市政有理智啊。我相信这才是一个现任的市长啊，他应该要优先考虑的事情。反观韩国瑜把重心放在拼总统大位，蔡总统依旧是国政优先。虽然在现在有进行选举活动啊，可是我们还是以国政优先啊。那很多的国政啊，我们都会持续的来处理啊，来关注。强调一切按部就班，小英民调持续领先，但却连拜庙人气都被拿来做文章。还好事实胜于雄辩，画面会说话，韩国瑜发言直接被画面打脸。三立新闻许世良、刘家伟、周凯综合报道。